静怡。民进党人气王来了，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三天内二度南下台中，为自家立委参选人补选。这次萧美琴宣布参选后，全国第一场车队扫街，每一个选区都很重要。我现在是候选人的身份，这个交通其实都要花一些时间哦。那能够来到台中，各区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哦，我也用这个机会来跟这个大家一起相互的打气。夹带高人气，天内连赶四场跑台中第二、第三、第五、第六选区，陪同四位立委参选人车扫。而外界关注的国籍问题，萧美姐亲上火线，一次说清楚、讲明白。我们国家的国籍法跟户籍法有不同的身份跟规定。那可能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国籍没户籍，在台湾的入境也好，或者是工作其实在待遇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但是我担任侨选立委的当天，就任当天就取得了我们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所以这些问题也在我进入立法院之后全部获得解决。而被问到投为副手人选的吴欣盈，萧美琴这么说：对他印象也不坏这个受过很好的教育，那对国际事务很热衷但是可以看得到他对可能对政治来讲，他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毕竟从政时间比较短那未来的日子他也会很辛苦我也很辛苦，但是我是千锤百炼已经身经百战走过来了。从立委到驻美大使，萧美琴带着身经百战的完整历练，不甩对手，抛出了国籍争议，全力补选，力拼赢得2024。新闻环球连线台报道，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静好新闻。